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虽然结束了对亚洲的首次访问，但是他的这次亚洲之行，尤其是他的北京之行，依然引起诸多的评论和批评。公平地说，特朗普的民主党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八年前作为国务卿首次访问北京的时候，也发出过不当的言论，在美国国内招致强烈的批评。当时克林顿声言，不应当让西藏、台湾和人权问题干扰美国跟中国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气候变化危机和安全危机。克林顿此言一出，立即受到美国政界和外交界左中右各派和美国媒体普遍而强烈的批评。批评者指出，克林顿的这种言论不但违反美国的价值观，会让其他国家误以为美国是一个不讲道义、只讲利益的无耻之国，使美国白白放弃影响中国、对中国提出建设性批评的重要杠杆。而且这种说法实际上也是有损于，而不是有利于美国的实际利益。用中国网民喜欢使用的说法，就是初次担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不知深浅，给自己挖了个大坑。他后来用了很长的时间，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才填上了那个他自己给自己挖的大坑。从这个意义上说，先前完全没有公职经验，更没有外交经验的蒂勒森，在访问北京期间发出有争议的争论，在美国国内乃至英语世界招致普遍的批评，也是正常的。这种批评性的声音从一些标题就可以看得出来。例如，美国《纽约客》杂志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蒂勒森满怀谦恭访问北京。加拿大网刊 iPolitics 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蒂勒森完全无知吓死人。香港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英文网刊《亚洲时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蒂勒森是随着中国的曲调跳舞吗？非常有趣的是，蒂勒森访问北京引起的回响当中，也有来自中国官方媒体的声音。更为有趣的是，中国官方的中国网居然发表一篇文章，对蒂勒森的北京之行和他引起争议的言论给予了相当客观中立的评论。由国务院新闻办领导的中国官方重点新闻网站中国网3月23日发表多年关注美国外交政策的欧洲记者学者乔治兹格波洛斯的文章，谈到美中两国尽管没有通过蒂勒森的这次北京之行弥合双方在朝鲜威胁问题上的分歧，但这次访问显示出两国有意找到一种安排，让两国可以和平共处。中国网发表的这篇文章接着说，就蒂勒森在北京的调子而言，引人注目的是他使用了在奥巴马当政期间他的前任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说法来形容美中关系，如相互尊重、双赢。乍看上去，这种说法可以是暗示蒂勒森对中国的核心利益的理解，因此他就免不了受到来自美国国内的批评。例如，《华盛顿邮报》批评他拱手送给北京一个外交胜利。现在就此做出可靠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不过，蒂勒森不是一个有经验的外交官，而是一个关注结果的商人。由中国官方的中国网发表的这篇文章，如此说美国首席外交官没有外交经验，用经商的思维来经营外交，只是追求实际利益而不讲道义，即所谓的关注结果。文章的这一段话的主题思想跟加拿大网刊 iPolitics 的标题“蒂勒森完全无知吓死人”很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外界还不清楚中国网发表这样的文章究竟是高级黑还是超级无知，就算是高级黑，外界也不清楚他究竟是在黑谁。所以刚才我们说中国网的文章更为有趣。蒂勒森作为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中国引起大争议，主要是因为他使用了中共北京当局的说法来形容中美关系。蒂勒森的这种说法会有什么问题？先前担任奥巴马总统的亚洲政策顾问的劳拉·罗森伯格3月22日在《外交政策》杂志网刊上发表文章，详细解说了这个问题。罗森伯格的文章标题是蒂勒森是口误还是有意向北京磕头？文章说，上个周末在访问北京期间，蒂勒森国务卿做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这就是采用了中国的说法来形容美中关系。在会晤中国外长王毅之前和之后，蒂勒森说，
两国一直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双赢合作的精神发展两国关系。蒂勒森使用这种说法，就等于是全面采用了中国对美中关系的定义。他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习近平和其他中国官员先前使用的语言。奥巴马总统的前外交政策顾问罗森伯格的文章继续说，中国使用这些措辞并不是因为他们听上去悦耳，实际上这些措辞让母语是英语的人听上去感觉非常奇怪。中国方面使用这些措辞是因为这些措辞表达了中国方面对中国提出的包括相互迁就、不干涉、势力范围等内容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特殊定义。中国外交官总是在美中高级会谈之前要美国接受这些措辞，蒂勒森采用的这些措辞便显示出他不仅默认了中国方面的要求，而且是同意了中国对美中关系的定义，而这种定义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北京对此十分清楚，中国共产党办的《环球时报》便大力宣扬蒂勒森采用这些措辞就是不动声色地表示赞同新型大国关系。蒂勒森采用中国的措辞来形容美中两国关系会给美国造成什么问题呢？罗森伯格的文章就此解释道，特朗普对中国一直说狠话，但截至目前他在说出狠话之后只是对中国迁就。蒂勒森的成问题的言辞不是孤立的，在此之前特朗普威胁说要重新考虑一个中国政策，结果他不但是重申的这一政策，碰巧重申的不错，而且据白宫说他明确表示他是应习近平主席的要求做出重申的，这就显示了他的迁就。中国尊重实力，但实力实际上是需要有战略，只有在有决心说话算话的时候才说硬话，空洞的狠话没有行动的支持，这不是显示实力，而是发出虚弱的信号。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做法向北京显示，北京可以对美国行政当局的言辞置之不理，中国有可能通过咄咄逼人的行动来测试特朗普政府的边线，有可能在南中国海进行这种测试。威慑力来自对敌手发出明确一贯的信号，让对手知道我方的期望，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但特朗普政府发出相互矛盾的声明，使美国难以威慑遏制恶劣的行为。以迁就性的措辞来定义美中关系，会让北京认为是得到了美国的许可，可以采取更为咄咄逼人的做法。美国的盟国都在仔细观察美国官员有关中国的措辞。威慑遏制的另一面是令盟国放心，这也同样要求我们发出明确一贯的信号。蒂勒森在东京和首尔说出了有关盟国的所有的令人放心的话，但是鉴于蒂勒森又在北京说出了那些话，美国的盟国就可能会质疑有关盟国的承诺。美国在台湾的朋友现在可能会觉得是两头受害，认为美国采用北京的美中关系定义损害了华盛顿对台北的支持，而台北已经在质疑特朗普的一个中国。奥巴马总统的前外交政策顾问罗森伯格在外交政策杂志网刊上发表的文章最后说，我们不知道蒂勒森选择使用北京的措辞来定义美中关系，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不知道他究竟是口误还是蓄意。一个持乐观态度的人会希望是前者，特朗普政府会接受教训。但是这需要美国今后不仅要避免采用中国成问题的定义，停止发出空洞的狠话，而且要采取真正的战略应对中国。只要做不到这些，北京就会误读美国。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明镜电视《世界的中国》，我是冯又收。